开始我们今天的共修之前，我们一样来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周日下午好。到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算是把众生性啊，众生性呢，给大家做了介绍啊，我们就一起阅读啊，一起学习。那么当然，众生性可以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提了三点啊，让我们看到的啊，第一个就是每个众生都需要食，都需要滋养，这是第一点啊。那么，滋养，如果是站在人的角度，就不只是滋养身而已啊，还要滋养心。那么我们也算是众生之一，但我们跟其他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除了滋养身，我们还会重视滋养心的部分。第二，就讲到了爱欲啊，生命的这个现起、延续很多时候呢，跟爱欲有关啊，所以呢，这个是在每一个众生的身上呢都找得到的啊。最简单的就是会想要保护自己、爱护自己这个生命啊。那么从爱护自己再扩大，就是境界爱，各种的境界爱啊。如果对于未来世的执着，那么就变成是后有爱了。所以每一个众生的身上，你都可以找到爱欲这样子的一个众生性。第三个呢，就讲到了自我感啊。那自我感呢，是我们不容易察觉它啊，但是呢，它一直都存在。那么我就用了比较一般的，大家可以联想到、很容易联想到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关于自我感，就是谈到了，诶，你对自信啊，自己这个信心啊，到底是会偏向自卑还是自大啊？从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自我感。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当然也从不同的角度啊，比如从维系烦恼，从初显的烦恼呢，让我们去更认识这一个众生性、自我感这种众生性啊。那这三个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众生的通性，虽然它是众生性，但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通性。怎么样讲叫做通性呢？通性在这边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身上呢，一定找得到。这个是在众生身上呢，普遍具备的，想要滋养，要有这个爱欲，然后呢，自我感。对，这个是众生的通性啊。那么，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众生有这三个众生的通性，我们人也有这个众生的通性，这三种。我们今天要接下去谈的就是其他六道啊，除了人以外就剩五道嘛哈。其他五道众生呢，其实他们的身上呢也各有特性。每一道众生呢，它都有自己的特性，而且这个六道众生或者五道众生的，他们各有的特性呢，也许我们的人的身上也找得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除了人以外，六道众生除了人以外，就是接下来就有地狱道。地狱道的众生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啊，特性啊，它特别的一个性质呢，就是嗔恚。我们人身上会不会找得到？嘿，会啊。有些时候呢，你会看到哦，自己呢像是地狱道，活在地狱道里面的众生这样子啊。那恶鬼呢？恶鬼有什么特性呢？恶鬼有这个嗔，还有吝，还有贪啊。喜欢贪别人的，这个叫嗔。很吝啬，不舍得用，很吝啬，太过孤寒了。还有呢，贪着，
啊，这是恶鬼的特性，人身上可能有吗？也可能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谈完通信以外呢，以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呢，要谈的就是人的其他的众生性，而这个众生性是从六道众生身上看得到的啊，比如说畜生的愚昧啊、惰性啊、无惭无愧啊，这些可能在人的身上也找得到。阿修罗的妒忌、猜疑，很容易妒忌、猜疑呢，在人的身上可能也找得到啊。然后天人的傲慢那么也这个傲慢是当然是比较偏向负面的，正面的就是有时候天人会偏向良善，天人的那种喜乐很开心、很欢乐，所以人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很喜乐。很良善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天人一样，它展现了天人的特性。这个就是人的众生性里面呢，不谈完通性以后呢，我们从六道众生各自身上的特性再来深入的去谈人的众生性。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部分啊，那么你看我们谈众生性，人的众生性啊，那么你会看到说有通性，有特性啊，那么顺着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呢，我再给大家注入另外一个语词，大家先学起来啊，这个特性人的特性。如果是好的啦，不是像这边六道众生所讲的什么嗔恚的特性啊、懒惰的那个特性啊、猜疑的特性，我们如果从好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好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人的特性如果从好的角度来讲，人的特性呢，也就会变成所谓的特胜。OK，就你们有时候过去。在阅读导师的著作里面提到说，人有三特胜，三特胜，这个就是同样是从特性展现出来的。可是这个特性呢，是好的特性。那么这个好的特性呢，我们有时候会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就叫做特胜。所以人有三特胜。但今天，或者是接下来，我们先不谈这个三特胜部分，只是我是顺着这一个荧幕上的。内容呢，给大家补充多一个语词做一个铺垫当我们谈完这些人的众生性从通性讲到各个众生身上的特性，这些我们都谈完过后呢，我们才会进入到人的好的特性的部分，也就是三特胜的部分。那三特胜的部分呢，这个好的特性呢，如果好好的发挥，它就会变成佛性，就会回归到我们。这篇文章导师要带给我们的从众生性谈到我们人好的特性人性的部分，然后最后呢，再谈到佛性的部分好，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前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课题就是六道众生各有的特性，然后这些各有的特性呢，我们。也会在人的身上有时候会找到那么我想今天呢，我可能会进入的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的部分就是三恶道的部分。至于天人、阿修罗的部分呢，我们再看我们的进度如何好，那我就开始，我们先请艾琳。哎呀，你来听你讲。好的，师傅。人的众生性，众生有各个的特性，姑且不谈。先说人的众生性，人是众生，有众生的一般特性，虽不是别的众生，也有类似众生的特性。这虽是人类所有，而不是人类特有的人性。众生的种类极多，通常分为五趣：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一道以内，更有很多的分类。我们但知地狱的地狱，
天国的天国，而不知人间的天国，人间的地狱。其实在人间，人是有着类似诸趣的性质。好，你的关键词。关键词是特性。特性。不是人类特有。不是人类特有。然后种类极多。种类极多。类似诸趣的性质。好，类似诸趣的性质。这一段主要是讲说，人的众生性呢，人的特性呢，他人也是众生的一种，他都有众生的一般的特性，它不是属于人类独特有不了。而众生的种类呢，我们主要是分成五大趣，就是天人畜生还有恶鬼地狱。但我们普遍上都知道说，让地狱的地狱就是指说，我们知道说地狱的种类就是它的人的它的特性呢，就是嗔恨。然后天国的特性呢，可能就是傲慢、喜乐这样子。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在人间里，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到，人间的天国还有人间的地狱的存在。因为人其实他本身也是有类似这些其他种类的性质。就是这样子哈。好，那艾妮，我先把你的麦克风关起来哈，因为有一些嘈杂声音。好，那这一段呢，不难理解啊，就讲到说，哎，众生各有特性。现在先不谈啊，我们就讲人的众生性啊，还是回到人的众生性来谈。人的众生性，所以人也是众生之一嘛，他一定多多少少呢，有众生的一般的特性啊，一般特性啊。虽然我们不是别的众生，我们是人啊，我们不是恶鬼，我们不是地狱众生啊，我们不是畜生啊，我们不是别的众生，但是呢，我们的身心上呢，也可能有类似众生的特性啊，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虽然身上有啊，比如说我们有地狱道的众生的特性，我们有这个畜生道的特性啊，但是呢，这不是人类特有的啊，虽然是我们现在身上有啊，因为我们多生累劫，有时候多生累劫啊。不知道我们过去的多少世是在地狱里面，然后有多少世是在畜生道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多生累劫的轮回里面，我们身上还累积啊，还有存有这些多少的其他道众生的这些特性。虽然现在我们今世是人了，虽然是我们也待着啊，人身上也待着，身心上也待着，但是呢，它不是人类特有的人性啊。啊，这边先讲啊，如果是人特有的人性的话啊，如果是人特有的人性的话呢，那就是三特圣了。就刚才我讲到的三特圣，那个是可以转化成佛性的。所以这边要讲的人的众生性，是指其他道，我们身上有其他道的啊，这个众生的这种特性。那么讲到其他道的众生呢，在佛教的哲理当中呢，就是一般上谈到五趣或者是六道啊。如果从五趣来讲的话，就除了人以外，还有天、畜生、恶鬼、地狱。如果讲六道的话，排除人的话，那么就多了一个阿修罗啊。所以，而且每一道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细分啊。所以我们一般上呢，当我们看到五趣的分类或者是六道的分类的时候，我们一般上只想到说，哎，地狱道的众生，那个应该只有地狱才会有，然后呢，天国的这些天神只有在天国才会有，
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在同样在人间，你也是可以看到人间的天国，也可以在人间看到人间的地狱。也就是说，他同样是人，可是他的状态就像身在天国一样啊，或者是人间的地狱是什么呢？他同样是人啊。可是他的人的特性展现不出来，因为他自己的业或者是他的周围的环境啊，没办法让他的人性展现出来，或者是他的成长背景的影响，所以呢，他一直活在人间的地狱当中。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你会比较看到从他的身上呢，看到他的这个什么呢？人间的地狱性，或者是他虽然是人，可是你看到的。怎么这个人很像地狱道的众生一样，就是活得他的状态活得很像在地狱道当中啊。所以从这边呢，导师就已经给我们一个概念了，在人间呢，其实呢，我们这个什么呢，种种的人呢，其实是有着类似朱雀的心智，你可以从在不同人的身上看到呢，不同道的众生。他的性质呢，在那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是这一边这段文呢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啊，就是在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其他道的众生性啊。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请秀凤。师父，那你们。菩萨同学们，下午好。我们先读，我先读哈。人的畜生性、地狱性，有人骂别人为畜生，也许这人没有合乎人性的正规，而多少带有类似畜生的行为。地狱是集众恶业所堕落的苦地方，略有二类：一、热地狱。到处猛火洞烧，二寒地狱，冰雪交加，造了恶业的众生堕落在这大热大冷的地方，什么都不关心，一日受着这极热极冷的苦逼。关键词，关键畜词，生，畜生，畜生，没有合乎人性的正规，合乎人性，没有合哦，乎合人乎人性，性，没有合乎人性。还有呢，地狱，恶业堕落的地方，恶业。二月。苦地方，苦地方。这样，二类的，有就二是类就可以，有二类。然后大冷，大热，大冷，大热，大冷，OK，好。这边呢，只要讲的是他要带出来，在地狱道，就是地狱道，人类有的地狱，就是在这个畜生性，他就要讲的是畜生性，畜生性，OK，这边畜生，他就是人类，怎么讲呢？符合这个畜生性的话呢，就是第一，他们的行为，我们讲的是行为类似畜生，OK。这种行为是怎样的呢？就是已经脱轨了，就是没有合乎那种人性的正规，就是已经脱轨了啊。这个就是畜生，我们是以他的行为来类别。然后呢，第二种类呢是讲关于地狱的。地狱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诠释就是地狱就是极重恶业，就是那些恶业造的很，就是极重的，就是。重点是在极重，那是业力非常重的，这个地方呢。然后这边呢有讲到呢，地狱有两种，一个是热地狱，还有一个就是寒地狱。然后呢，堕落在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呢只是在地狱那边受苦受难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
去怎么讲呢？去处理了，我们只是在受着这个果报，所以呢，就是漠不关心，特别是重要的是不关心，就是他一切与我无关，就是叫漠不关心，什么都不关心的啦。OK，他只是因为他都忙着，就是怎么讲呢？承受着极热极苦的那种苦果，就是这样的了。像这边他是讲说，假设这个人呢有这两种个性的话呢，就是第一，行为是很偏差；第二种呢，就是他的心可能是他的那种怎么讲呢？待人处事啊，就是都是漠不关心的啊，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可能是讲的是这样哈。好，谢谢。很好，谢谢你。那么这边就开始在谈说，我们虽然表面上是人，但是身上可能有其他众生的特性啊。先讲畜生性，然后再讲地狱性。畜生性的部分呢，后面还会再提到啊，还会再加强的再讲。这边只是一句话带过啊。他是讲说，哎，你从这个人的身上呢，他是人，可是你从他的身上呢，你看到他有类似畜生的行为，哎，明明是人，可是做出来的，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国人里面，中国的成语里面不是衣冠禽兽嘛，就是类似指啊，人模人样，可是呢，行为上却像个畜生一样。意思是什么呢？老师在这边也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合乎人性的正轨，就是说行为不轨啊，所以这个很清楚。但是这边大家要记得哦，一个人今天他展现的行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来？其实都还是跟他的心有关的。如果他的心啊，我们说意念上。啊，内心身口意啊，这个意念上呢，它合乎正轨的话呢，它的行为从心表现出来的行为呢，自然就会合乎人性啊。今天他这个行为啊，是类似畜生的行为，那表示说他的内心已经是扭曲了啊，他的内心已经是可能会有所谓的图谋不轨了。啊，或者是无惭无愧的，所以才会有这些行为啊，没有合乎人性的正果，这样子展现出来，所以是从心里面发展出来的啊。虽然这句话里面呢没有提到心，但是大家在读的时候要记得啊，今天讲这个人的畜生性呢，其实是在讲他的内心状态啊，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行为。可是他为什么会展现这样的行为？因为他内心状态里面呢，已经趋向于畜生的这个心态那么了解了这个部分过后呢，我们再来看地狱但一般上我们讲地狱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因为造了重大的恶业，所以才堕地狱嘛。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堕落、受苦的地方。然后一般上讲地狱呢，就有两种，一个是热地狱。再来就是寒地狱所以热地狱、寒地狱呢，这个是我们一般对地狱读这个经书各方面对佛教的掌握的时候呢，我们所了解的就这两种地狱。那么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当然就是造了恶业这边一直在提造了恶业，然后因为在受苦，所以呢。受这个大热的苦，或者是太寒冷那种冰雪交加、太寒冷的这个苦，其他东西都引不起他的关心了什么都不漠不关心。为什么呢？他一直受着这种极热极冷的苦过。这一边呢，如果你从这样字面上这样读过的话，你可能只是想到说他还在讲地狱道的状态。待会我们再深入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人的地域性是怎样展现出来，怎么去看到人的地域性
所以到这边呢，可以说他只是在叙述地狱的状态什么是地狱有可能是大热大冷的地方，然后呢，因为一直受着这样子的一个苦，所以他什么都没办法提起他的关心那人的地狱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下一段，我们请陛下。此种境界，我们人间也常可见到，或住于极冷处，或住于极好热处，或游于贫穷，在冰雪的寒天挨冷，在好热的暑天被壁不着，晒得发昏。这不是人间的地狱境界啊！这不是人间的少分地狱境界吗？要救众生处地狱苦，就要将这人间活生生受着地狱苦的加以救助。此种境界，对不起，此种境界，极冷处，极冷处，好热。极酷热处，极酷热处。记啊，记好了。就冰，橘子哦，就是人间的少分地狱，橘人子间的橘，少分真地狱，好，就加以救助吧。将你救出。那么从以上那一段文来讲呢，其实上面那段是讲到地狱在地狱受苦的。那么这段文呢，也是说到说是在人间受苦的。所以这里呢，也说到说我们在人间也可以常常的见到这些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住到一些极冷处，或者住在一些比较极好热处了。那如果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办法可以看到极冷处，极冷处我可以，如果想象是应该是这个北极吧，就是可以住在那个地方了，或者我们住在比较好热的地方，就是应该是非洲吧。那就是说有这个就是他们要受着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苦，然后说有时他们那些贫穷太穷了，所以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的去穿得吃得饱，穿得暖，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冰雪的寒天呢挨冷。所以呢，在可能一些人，我们也可以常到看到的，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好热的地方，好像比较热的地方，都避着工作，就是晒得发昏了。好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建筑工啊，或者一些铺路的、做路的一些工人，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可以常看到的。那导师呢，在这里呢也说到说，这不是在人间的少分地狱境界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人间的地狱了。那导师也在这里说到说，如果要救这些众生走出这个地狱苦，就要将这些人间活生生受着地狱苦的人加以救助了。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一些太穷了，可能他们没有办法，但是能够听闻佛法或者就是学习佛法，但是可以继续帮他们，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就是就是去十恶行善吧，就是让他们多听闻佛法，就是让他们去做更多的善事啊。就这讲样完子了。吗？是的，讲完了，是的。谢谢谢谢。那按照你如果说跟着导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叙述来讲的话呢，你刚才所讲的内容其实是没有错一点错都没有就是你的解读你的说明全部是没有错那么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人间的地狱性呢，其实，也许不是像导师这边所讲的，
啊，人间的第一性。因为导师这边这样子写和这样子讲，我想说他可能是当时的开示，让他的听众方便他的听众明白啊，就会比较从地域性啊，从一个空间，这个是空间的角度去谈人间的地域性，这是从空间的角度去谈，或者是从对不起，从工作哈，某某工作性质去谈人间的地域性，导师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谈人间的地域性。这样子来说，人间的地域性呢，其实是不够的，不够的，不圆满的啊，不圆满的。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圆满。那么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说的不是很圆满呢？我想，我只能想说，不是说导师不知道，或者是导师不了解，而是可能当时的听众为了方便他们理解那个极冷极热啊，要带出这种极冷极热的概念呢，导师用了比较浅显一般的说法，就是从空间的角度去讲，还有呢工作性质去举例去谈这种人间的地域性。因为听众的关系啊，当时听众的关系，那他的不圆满是怎样说不圆满呢？如果这样子来讲，从空间的角度谈地域性，或者是从工作性质谈地域性，为什么不圆满呢？说极冷处，大家马上想到北极、南极，哎，很冷的地方。那是不是说，等于说所有生在那一边的地方的人都是在那边受苦的？都是有人间的地域性，是不是？有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不是所有生在北极的人都在那边受苦的，不是。可能比你过得还好，过得还富裕，过得还快乐的，生在北极的人，在北欧的人，可能过得比你还开心。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啊，那些哇，生在那个加拿大的，啊，生在北极的，应该都是。要等待去我们去救他的，他们都在那边受苦。所以你看，从空间、从地域性来讲，人间的地域性的话呢，啊，人有这种地域性的话，其实是不圆满的。同样的，你如果从工作性质啊，工作性质去讲，啊，哎，刚才讲极空间啊，空间讲极冷的时候，大家马上想到，北极、南极嘛，对不对？然后极热的时候讲极热的时候，大家马上又想到非洲。那一样不圆满啊？为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非洲生在非洲的人都一定是过得很糟糕？不见得啊，有些在南非的啊，就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在埃及也好，在这个摩洛哥也好，在其他一些非洲的同样是非洲的地区，也是很热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中东很多沙漠的地方，他过的生活比你还好，过得比你还开心，过得比你还富裕的。很多大有人在，所以记得第一点，大家记得，今天你要谈人间的地域性的话，你从空间去讲的话呢，不圆满，不能够从空间去讲。OK，这是大家要记得的部分。从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哦。你看，一讲到说啊，在很热的地方工作，马上大家想到建筑工人。大家试想一想哦，可能在众多的100个。1000个建筑工人里面，难道所有的这些建筑工人呢，都一定很苦吗？都在受苦吗？都是因为恶业而造恶业，所以呢，变成是建筑工人要在那边日晒雨淋，这样晒得发昏，然后等待我们去救？不是的，有可能有些建筑工人他过得还比你开心，像天人一样开心。过得更懂得知足常乐啊！有些人，有些很多有钱人啊，什么都有，也不用去工地里面晒。可是他的生活就像在地狱。你看，有钱人不用在工地晒呀、啊，他过得很苦。可是，在工地里面晒的这些工人呢，可能有些呢，知足常乐，比你还更开心。他拥有的很少，可是呢，他比你还快乐，还像天人一样。所以，也不能够从工作性质。去谈人的地域性，这一点是大家要记得的。所以应该怎么理解人的地域性呢？
一样回到刚才谈畜生心的部分的时候，一切都是从心去看。一个人的心态，而他的心态会决定他的行为。一个人的心态会决定他的行为。如果今天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啊，你先讲，这个心态是极热，或者是极冷，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态很火爆，就是极热。啊，或者他的心态很冷漠，很不近人情，极冷。那么他表现出来的行为，你看啊，火爆的心态，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呢，就是一个很火爆的行为。这种人，即便不管他身在极冷处、极热处，身在任何怎么样四季分明、多么好的世界。都好，或者做什么工都好，如果他的心态是非常的暴躁的啊，非常的那种很极端猛烈的，那么他的行为呢都是很火爆。这种人呢，不管他在哪里，他的待人处事呢，都展现人的地狱性，他都好像活在地狱当中。那我相信你身边也看过一些。心态上非常冷漠、不近人情的人，我相信大家身边可能在你的生命旅程里面，虽然你没有去过南极、北极，没有去过加拿大，我相信在你身边也看过一些人，怎么那么的不近人情，这么的冷漠的，这一种心态很冷漠的人，他的行为表现呢，就会对人呢是不近人情。他宁可把自己呢，封闭起来，他都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哎，这种人，他不需要升到那个南极、北极或者是加拿大，或者北欧，不需要。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工作性质，如果有这种很冷漠的心态的人呢，他就已经展现人的这个什么呢？冷地狱的那种性质，所以大家在读这段文的时候，记得哦，导师虽然当时他讲的是从空间、从工作性质去讲，但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大家不能够只是这样子表面上去理解，我们要从内在、从心态表现出来的行为去理解。那如果今天你要救的、你要帮的、你希望他学习佛法改变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子受地狱的苦的，不是去救非洲的人，不是去救在北欧或者是在加拿大、在北极的人，不是，也不是去救说那些在工地里面工作的人，不是救这些人。你要救的，你要帮的，你要让这些人免于受苦的，是那些心态上极热、心态上极冷，然后表现的行为是非常火爆的啊。他的人生可能一切都拥有，可是因为他的火爆行为，让他的这个人生过得一团糟。哎，这种人，他真的是在人间受苦，他真的活得在像地狱里面这样子。你要帮，你要给这些人帮助，加以救助的话呢，就是鼓励他做慈悲观，鼓励他学佛，鼓励他这个听一些佛法。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这个是真正从，一个人从地狱里面能救他出来，这个地狱不是真正到地狱里面去救，而是他的心态处在地狱当中，你帮他走出来，同样的，如果说今天你要救一个人，他很冷漠，对整个世间其他的亲人、什么朋友、什么他都漠不关心，太冷漠了，太冷傲了。从心态到行为都是这个样子，那这种人呢，你一看你就觉得，哎呦，怎么什么都有，可是呢，却活得好像在冷地狱里面，极寒冷的地狱里面，寒冰地狱里面，你看了不忍心，那你鼓励他一点点的鼓励他学佛，鼓励他参加一些佛教的活动，让他感受到人间到处有冷暖的，然后有这个温暖的，哎，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你要救助的人，你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一段文，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当你在读这个人的地域性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停留在空间、地域、工作性质去谈，而是从心态到行为。那么，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了解这个人的地域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加以救助，怎么样去帮忙啊。好，这个是人的地域性的部分。我们再往下看啊，人的恶鬼性啊，来，我们请阅读。好的，师傅，人的恶鬼性，恶鬼分三：一没得吃，二吃最坏的东西来维持生命，永远饿着肚皮；三受人类的祭司是或有或无这种情况，人间更是遍地都有，特别是遇到干荒水潦的年头，或者冰火离一离。弄得彻地千里，吃粮无着，大家在饥饿恐怖的生存线上挣扎过活，这不是人而现成恶鬼一样的情况吗？我的你关键的词，关键词，恶鬼，没得吃。没得吃，吃最坏的东西。是吃最坏的东西。祭祀时，十，即是十，天地，天地。饥饿恐怖，最后第二饥饿个，恐怖，挣饥扎，饿恐怖，挣扎。挣扎，这里讲的是恶鬼咯。他说这样，我们恶鬼有分三种，第一个呢是没有得吃的，第二个呢是吃坏的东西来维持生命，通常会饿着肚皮。第三呢是受人类的祭司，是有时人家有拜他就有得吃，有时没有这种情况。这里讲说人间更是遍地都是，就是说比喻这些恶鬼啊，在我们的人间里面都有，都有。特别是我们当遇到这个干荒水潦的年头，有时或者是冰火啦、打仗啦、瘟疫啦，都有。这时候我们的食物就不够，然后我们都会在这种饥饿恐怖的线上挣扎的过生活。这里就是讲。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人也跟这个恶鬼的情况是一样的吗？这是我的了解，师傅。那我想问你哦，就是现在没有战乱啊，也没有干旱啊，也没有水灾啊，这样子啊，那么还有没有恶鬼呢？还有，还是有哦，对不对？还还是。是人的恶鬼心里还是看得到嘛，对不对？不需要有什么战乱啊，或者是一些天灾，对不对？你还是有看到人的恶鬼性，那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少这种战乱，可是人的恶鬼性还在。那我也在想问你，就是有些地方这个世界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住的世界，也发生着战乱的，大家大概都知道，比如说俄乌战争到现在还在发生着，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战乱的地方，那是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全部都是人都有恶鬼性呢？应该是没有，是不是缺？而且不是嘛，对不对？也不对，是，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这样子问你呢，一样，我也是要告诉大家，在理解人的恶鬼性的时候呢，同样也不能够只是从表面上像刚才你这样子讲，一样跟陛下在解读上是没有错的，就是文字是这样写，我们是这样子解读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还是有不圆满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这样问你，你就知道了有不圆满的地方。就是我想导师在写这一段或者是在开示这一段的时候呢，当时同样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容易帮助大家去理解人的恶鬼性，或者是当时的学佛人的可能这个水平还没有说很深入很高大家关心的可能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所以在讲解上呢，
老师只是用一个比较一般的讲解啊，那也可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因为老师在开示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一样处在这个战乱的时期逃难的时期，所以呢，很自然的，他看到的这个人的恶鬼心呢，就是想到说，哎，还在战乱，有兵火然后呢，大家没得吃。所以呢，就会很自然的用这样子比较，大家可以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来谈就用这种比较表面的表面说，哎，恶鬼是怎样的呢？先讲恶鬼是怎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恶鬼呢分成三种：无财鬼，然后呢少财鬼，还有多财鬼。恶鬼分三种，所以无财鬼就是没得吃的当我们讲没得吃，就是指那个无财鬼。少财鬼就是说，有时候有的吃，可是呢，他可能吃到坏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得到好的东西，少财鬼少财鬼，如果你要细分的话呢，比较低级的少财鬼就是吃最坏的东西来维持生命，然后呢，永远饿着肚皮。另外一种少财鬼呢，就是，可能他能够有这个福报，就是会遇到有人做祭祀然后呢，他就有机会吃到。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多财鬼那多财鬼跟少财鬼的差别呢，那么同样关系到祭祀所以有些呢是有些多财鬼就是。他怎么样随随便怎，他福报非常好总是能够容易得到人这些丰盛的祭祀我刚才讲说少财鬼里面呢，也有一些是受到人的祭祀。那么，如果同样是这一类的同样是受人类的祭祀时的祭祀时的呢，如果他是很轻易。而且很丰盛的得到人的祭祀的话，那它属于多财鬼。如果是有时候有，有时没有，同样是祭祀时，那它就变成是少财鬼。这个是对于恶鬼的分类从恶鬼的分类。那么因为从没得吃，有时候吃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家有给，然后你就拿到这个是祭祀时，人家有这个什么呢？有拜有供奉，那你就拿到，用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形态这种状态得到食物的状态得到食物的形态，有时候是好几天、好几个月都一直处在没得吃的状态然后有时候是有时候吃坏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的吃，可是坏了的，然后吃到那种坏了的东西，这种状态，有时候是，有人做祭祀，然后你拿到，你得到这个状，这个有的吃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被分到你看这种情形或者这种状态呢，人间遍地都是。当导师这样子讲的时候，人间遍地都是呢，一般上呢都是站在就是发生。战乱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一种天灾的时候，有天灾，有战乱，或者是有遇到一些疫情的时候，你就想看如果说遇到天灾，这个地区很大的范围遇到天灾，或者遇到战乱，你就会看到，在这个有天灾、有战乱的地方的人，如果没有人来。帮他们的话，他们就没得吃，他们就没得吃，就像这些无财鬼一样或者是可能家里还囤积一些东西可是呢已经坏掉了，可是因为在战乱或者是在这种天灾的时候呢，即便是坏的东西也一样要拿来吃，必不得已。OK，少财鬼类似少财鬼的状态或者是这个地区有天灾啦，有这个什么的战乱啦那么很多人在受苦，可是呢有全世界的救援物资全部送进来
诶，这个就很像什么呢？记事实和人家拿来给你，然后你分到啊。如果我们讲难听一点呢，如果你是少财鬼的话，你分的比较少，或者是有时候分到，有时候没分到哦。那你是多财鬼的话呢，就是哇，人家一来分，你每一次都拿到很多所以你看哦，这导师说人间遍地都是呢，是站在天灾战乱。或者是有特别的疫情，然后呢，大家所处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在这种饥饿、恐怖的情况下挣扎的生存、挣扎的过活，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确实也很像恶鬼的状态，没有错。所以这一段文呢，说起来其实没错，但是呢，还是一样，它只是说到表面的东西啊。真正谈到人的恶鬼性的时候呢，要记得还是要回到内心心态上去讲。心态上啊，心态上如果有贪得无厌的心态，即便有了，他还想要很吝啬啊，自己的不舍得用，别人的哦，就拼命的这个什么呢，去浪费，去消耗。这个心态，这种心态表现出他的贪，这个谦，还有吝啬的行为，这一个呢，就是真正人的恶鬼性来的。不需要天灾，不需要有这些战乱，也不需要有什么疫情管控，在正常的状态底下，他的心态。和他的行为是那种倾向于呢，贪得无厌啊，吝啬啊，然后呢，又很怎么样呢？这个什么呢？想要占有别人的这个什么呢？别人的这个财物各方面的，他的心态行为是这样子的话，没有处在战乱，没有处在这个疫情管控，也没有处在那种。天灾，有这个什么呢？旱灾或者水灾的状态，它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贪得无厌的恶鬼性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人的恶鬼性。哎，这种恶鬼性呢，是我们要帮的，是佛法可以帮得到的，是佛法可以帮我们调整我们这种恶鬼性，削减我们的恶鬼性呢，展现我们真正的人性出来，人的特性出来，所以这边呢是，也给大家留意啊，人的恶鬼心不只是从这种表面发生的战乱，发生这个水灾，你看得到人的恶鬼心，人流入的恶鬼心啊，应该要更深入的去从心态、从行为啊去看，而且在正常的生活状态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人有这样子的恶鬼心的话呢，这个是真的要给的啊，要调整。再谈人的畜生性啊，来，我们来请秀伟。师傅，听到啊，听到吗？师傅，可听以，到可吗？以。师啊，可以，好。在谈人的畜生性，畜生是被奴役的，如牛马被吞食的，如猪羊被豢养玩弄的，如牢中的小鸟，外国人的大花狗，被杀害的更多更多。这世间的人类，多次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不是到处都是吗？多少人还过着畜生生活呢？此外，畜生是无产阶级的，父母儿女间也会淫乱场上，不知恩情，不知仁义，无人而已如此，就会被二级为畜生。关键词是奴役，第一行奴役。同意。啊，第二行然杀后害，杀害。杀害。第三行人类，
这样很子累。可能。第四行出生，出生，第五行无忏悔，无惭愧，第六行不知恩情，不知恩情。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个啊，出好，生啊，出生就是被入关的啦。就是被人家使唤来工作的啦，就是做那些奴隶的工作的，就比如好比那个牛啊马啊，就是被劳作的就是好像就比如也是那个工作完了，然后到差不多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是被人家杀了来去卖呀之类的，就是他的那个肉来食的。就好像比如猪啊、羊啊这些啊，被那个豢养玩弄的，就是这个豢养就是一种狼狗啊，应该是把这个狼狗好，也如那个那个笼中的小鸟也是一样。我们平时就是生活上就是比如收了人家钱财啊或者之类啊，就是没有了自由啊，就是这个好比这个是那个。被杀害了，就是被那个什么，被那个金钱啊，比如上金钱啊，为了金钱啊，就是过着这个这样的那个生活啦。社会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就是过着这个为了钱啊，就是就是人家就话，为了两餐啊，就是做牛做马都是要就是这个啦。然后我们再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好比就是出生的生活咯，此外出生也是无常悔心的，就是好比那个我们父母啊跟儿女之间有时为了钱财利益也会有那个争吵或者之类的，好像淫乱常态，这个社会上也是处处都有啦，他们原本是来有恩的，但是他们已经没了这个恩情，也没有这个仁义好讲了，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如此咯，就会被统治的就是被我们称为被称为是这个我们人是出生就是被人这样骂了，就是这样，谢谢。嗯 好，我想请问你啊，比如说这边讲到的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了啊，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形象来讲哈，然后这个是 A 啊，这个是 A，然后这个是 B B 他这样子跪在地上啊，这样子啊。那 B 当然就是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哈的人呐啊，B A 跟 B 啊，你看明白吗？啊，有 A 是可能拿着刀，拿着这个鞭子去奴役、去杀害、去玩弄啊，去想要吞食这个 B，然后 B 是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的。你觉得 A 跟 B？当中啊，谁比较有可能有人的出生性？师傅，其他就是人，如果你想回答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处留言啊。你觉得 A 比较有人的出生性，还是 B 比较有人的出生性？就是哪一个是有出生性，对吗，师傅？对。A 跟 B 哪一个是有出生性，比较流露出他的出生性？就是 B。A 还是 B 啊？B 呀、啊。所以如果说从文字上来读的话啦，你看啊，从文字上来读的话，你们马上会想到的就是 B。一般人会觉得说是 B 流露了畜生性。你们读这个文字的话，你们会自然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B 流露畜生性，
因为他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其实刚好相反，其实刚好相反啊、哦。因为讲人有这个畜生性的时候呢，那些人，当他无惭无愧，他无惭无愧，他淫乱残杀，他不知恩情，他不知仁义。谁在 A 跟 B 这两个人？A 是拿着刀，拿着鞭子要去迫害人家的；B 然后跪在地上求饶，请你放过我，请你不要这样对我。OK，B 是那一种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的这一方。就如果你从文字上读的时候，你可能马上想到就是B 是有这个畜生性，刚好相反，刚好错。为什么这样讲呢？人的畜生性，当我们讲人的畜生性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人，这种人呢，他无惭愧，无惭愧心，他淫乱残杀，他不知恩情，不知仁义，他不管你是怎么样，然后呢，就这样子呢，奴役你，可能你是他的亲人，可能你是一个他的父母，但是他不管，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他奴役你。他杀害你，玩弄你，或者是甚至呢吞食你的一切。所以你看，有些孩子，他不管这个是爸爸妈妈，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就把爸爸妈妈的这个养老金啊、棺材本啊全部都吞食到完。哎，这样子一看，这个可怜跪在地上的爸爸妈妈，难道你能够讲说这个爸爸妈妈有人的畜生性？错，刚好是这一个 A，这个。不知廉耻、不知恩情、不知仁义的这一个这个孩子去用种种那种呢不道德的方式去夺取他的老父母的这个钱财、棺材本种种所以，如果你读文字的话你要小心导师是从在讲这个什么呢？畜生的状态畜生状态就畜生常常就被奴役的、被吞食的被关起来圈养，然后呢玩弄的甚至有时候呢被杀害来变成大众的饮食。老师是在讲畜生道常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发展到人当中的时候在人类里面有些人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被吞食，这个在人间这样子的一个怎么一场场的悲剧呢？都常常上演你看这个 B，可怜的 B 可能是亲人，可能是老父母，可能是自己的小孩被奴役、被杀害被玩弄，然后呢被吞食吞食不一定真正吃他了吃人那是很可怕的了可能是吞食他的钱财。吞食他的那个什么呢？他的各方面的权利。当你读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的视角要记得，那些奴役他人、杀害他人、玩弄他人、吞食他人的这个 A 这一方呢，才是真正呢，他有很强烈的人的畜生性。这个 A 有时候我们就会骂他是什么呢？你呀。像不是你们对不起这个 A 是像个畜生一样人模人样结果却做出这种呢奴役他人杀害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玩弄自己的儿女吞食自己的老父母的这些钱财这一种人人模人样不知恩情不知仁义淫乱残杀真像个畜生，所以这样子讲。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人的畜生心要从那个加害者的角度，也就是 A 他去展现他那种不知恩情、不知仁义无惭愧淫乱残杀的这种心态，他展现出来，然后呢去残杀那些去伤害其他的众生的时候呢，那一个加害者这种 A 就是加害者。加害者就是含有人的畜生性，B 他是受害者来的，
啊，那些被奴役、被伤害、被玩弄，那受害者呢？他已经跪地求饶了，他都没有展现人的什么畜生性啊，他只是希望说你放过他而已啊，所以加害者才会，你从他的身上，从他的行为，再进一步去了解他的心态的时候，这个加害者呢，他展现了很强烈的人的畜生性。那么在线上很多人回答呢，有参与回答的人呢，都回答对了啊，加害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畜生性，没错。不知恩情，不知仁义，无惭无愧啊！好，那么天神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讲了。今天的内容不多，但是呢，我相信呢，也有很多一些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可能你读过，没有那么自己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感觉，可是呢。大家一起参与读和分享啊！你们讲，按照文字来讲都没有讲错，没有错，你们都没有讲错。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呢，你要有时候呢，不能够只是一文解字而已，你要更深入的去思考，到底要谈什么东西啊？人的畜生性是怎样？人的恶鬼性是怎样？然后人的这个地狱性又是怎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短短的阅读啊。但是也有很多部分呢，值得大家思考的。那么线上有这个佳佳就有问到说，有些师父说人有惭愧，是否也是人的性格？其他众生有吗？它是不是一种特性、特胜啊？没错，惭愧啊，有惭有愧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的特性。然后这个人的特性呢，惭愧这个特性呢，它会变成特胜。啊，因为算是人特有的，然后这个特胜最后会变成佛性，这是没错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当我们谈真正的人性好的一面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惭愧的部分啊。然后它真的是一个特胜来的。然后再来，其他众生身上有吗？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众生都无惭无愧啊。六道众生里面啊，有些众生呢，你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惭愧心的。啊，即便是猫狗，不是所有的猫和狗都无惭无愧，也有惭愧心的猫狗啊，也有惭愧心的其他的天神阿修罗都会有的啊。如果说他懂得发挥他的惭愧，像人一样的能发挥他的惭愧的话，那么他的惭愧就会变成佛性的一种啊。这个我们后面呢会更在谈惭愧的部分的时候呢，特胜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的谈。好，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阅读。我们来收集一下大家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啊？我们从美君开始，美君，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虽然今天没有读，但是你可以谈一谈你跟大家一起这样学习，你的收获是什么？师傅，很感恩同学们的阅读还有分享。从今天所读的文章可以看出，人的众生性是有不同的性质。有的人可以说，身有人相不一定有人的心态，反而这里看到的是很多人都会做出一些行为，心态是很毒，甚至连畜生都不如的那一种行为。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是说，在我们人间有种种不一样的性质，甚至被加害的、为钱谋命的，为了一些个人的利益。贪求自己的益，那些来做出这种的行为。然后这边会从这个文章里面会感觉到，当人心转变为这种畜生心的时候，是极端的恐怖和感到一些可怜替他们，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个正确的思想，还有正确的行为去
善用原本属于自己在这世间上的升华的权利。所以，这边还有看到的就是，主要是，导师要讲出来是人间的佛教，就是人间的一个善的善用啊，是善意哦，就是说怎样去利用自己生活上原本有用的东西，做出正确的形式和方式，这样子，时时不时的是分享这边，很好啊，感恩。至少导师或者可以这样子讲说，导师至少给我们看到，在这篇文章里面给我们看到说，诶，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个畜生性，就是常常做那种加害者的话啊，我们常常会想说要去奴役他人、杀害他人、玩弄他人、吞食他人啊，不是我们的，可是我们想去吞食他的东西。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畜生性，或者是我们有发现我们有自己有恶鬼性啊，很强烈的恶鬼性啊。你明明什么都有了，还是还要贪别人的，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地域性啊，有时候很火爆，有时候很冷漠，借着机会读了这些今天的这个文章这个部分过后呢，反省一下，如果真的自己身上有这些部分呢，我们今天来学佛法，就是要慢慢的削减我们自己的身上的地域性、恶鬼性，还有呢畜生性啊，那这样子来理解的话，你今天的参与呢就有它的价值了。好，来，秀娟，秀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啊，是阿弥陀佛啊！今天我的收获是，就从这些导师说的畜生性啊、地狱性啊、恶鬼性，我们除了从字面上这样子去读、去了解以外呢，我们还要去定义，就是今天就做了就师父解释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明白。它的圆满的定义和比较圆满的定义是从哪里来看呢？就是从那个心态上，就是心态呢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你的心态呢是偏向于畜生性看，然后或者是地狱性或者是恶鬼性，都是从心态上来看，而不是从时间啊、空间或者是地区，甚至是工作性质。然后我就觉得，师傅刚才讲的一个很好的就是，你看啊，那些在酷热天气下工作的那些工人哈，他也未必说是就是活在地狱里面，他可能就比我们更快乐，他可能就是在天上。所以这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的心态，那个工作的人的心态。然后，我是觉得最近都很多这些像是众生性啊、地狱性啊、畜生性这样的新闻，然后就会让自己看的也很咬牙切齿，哇，很想，就觉得心很不平衡，不平衡的，所以就怎样去面对呢？师傅，虽然说事情对事情是人家的问题也是人家的，但那我们看了这样的新闻，这样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能够怎么做呢？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做出来的行为啊，这么强烈的地域性，或者是恶鬼性，或者是畜生性，那么你真的一下子调整不过来，原谅不了这个人，那么先把这个人先忘记或者淡化，不要去 focus 在这个人啊，你可以 focus 在受害者的身上，OK？受害者本身你怎么样祝福他？还有呢，受害者的家属，因为受害者本身他的家属一定现在处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呢，怎么样去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呢？其实我会让自己呢去专注在受害者的身上，还有做受害者的家属呢，给他们做祝福，悲心的祝福啊。然后到有一天我的心态各方面比较平稳了啊，如果我需要再重看这次整件事情啊，重新了解世间的众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业因缘果报在那边纠缠，互相的残害，互相的杀害。如果我要借这机会呢，当我的心态平稳了啊，心情各方面平稳了，我想要借着机会里面长一些智慧的话，那我再来重看整件事情啊，它的前因后果各方面啊，众生各有他的责任在那边。所以，如果我刚才讲了第一点，如果
我们还没办法去理解整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尤其一看到受害者这么，对不对，加害者，这个加害者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怎么这样子的惨无人道啊，惨无人道。自己心里面越看越气愤哦，或者是越不能接受，那么真的要先把这个你消化不到的地方呢，先放一边，淡化那个部分。那么受害者的部分，借着机会去祝福他，然后扩大你的祝福，希望类似的受害的这种情形，在这个世间越来越减少，你可以祝福众生呢的这个善心越来越多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呢也跟这个加害者一样呢，同流合污他多残暴你就多生气，这样子你其实这样子你就变成不小心会跟他同流合污所以会助长自己内心的这一个什么呢恶的一面就不好了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有感吗？恩师秀傅，娟，有师傅，谢谢。好，来我们请新慧法师。新月法师，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那师傅，今天学习是人的众生心，在其他的五道的众生里面都可以看到。那这今天有谈到的，在人间人有地狱性啊，众生性还有恶鬼性，如果只是从空间或者地域或者是工作的性质去谈呢，是不够圆满，只是方便我们去理解。但是若是从心态上去谈呢，就比较圆满哦。然后还有就是人的畜生性是从加害者那方面去来看。是这样子，很好，心经法师，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师傅啊，听到吗？听到，听到。听到吗？今天所学习的就是说，人的出生性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通性，就是刚才师傅有解释的，就是说六道众生有其这个特性，那有地狱、恶鬼、畜生，还有阿修罗、天人，他们都是各自的这个业力所造成的。那从另外一个人的特性来讲，就是说，如果较好的就会有特胜啊，就是人的特胜，就是有3种的特胜，就是到最后可以是说成就了佛性。那另外的就是刚才师父有解释的，就是说，人从这个行为和心态里面哦，如果造就了这个贪得无厌的话，这个就有类似人类的畜生性来讲。若是无常无畏哦，就是加害者，那就是在这里所谈的，就是可以说是不知恩情啊，忘恩负义，所以会被人家呵责为畜生。那是受害者来讲，是他是有惭愧心，不过他是受着自己的业报，来受人家那个欺役。那今天所学习到的是这样。刚才可能你有一些口误的地方，就是贪这些呢，贪呢，或者是吝啬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恶鬼性，不是畜生性畜生性都是比较站在这个人无惭愧、不知恩情、不知仁义淫乱残杀，这个是畜生性好，爱你，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师傅，
今天的说话就是我们就是了解到说人的众生性的其中三种，就是第一性、二鬼性还有畜生性。尤其是畜生性，原本我们是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畜生性是就是类似就是类似说那个人的性格是被奴隶的，然后被玩弄的，或者是软弱的人，但是在这一篇的文章里面，我才知道说，原来畜生我们是真正，实际上我们是指的是他这个人是没有惭愧心的，淫乱杀害的，然后不知恩情、不知仁义的，我们才是才他才是真正的呈现了说人的畜生性，就这样子。很好，这个是你今天的收获哈。秀凤，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师傅，OK，今天我的收获就是，谈了这么多呢，我们虽然是身为人呐，可是呢，我们也是要怎么讲呢？监督或者是时常的检讨自己，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在进化我们自己的人性，然后呢，也是要时常检视一下。哎，什么时候我们的地狱啊、恶鬼啊、畜生的那种性格呢，会显现出来？我们要时常检讨。哎，就是这是第一个，对自己要检讨一下。就是说，当我们会有某个行为上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察觉，就要警示要自己要察觉，是察觉。哎，这个怎么讲？一面是佛，一面是魔。我们都要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检讨。要时常一直不停地在提醒自己，哎，我们要保有我们那个人的那种殊胜性。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外，我们看到别人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人家的他们的那种等等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辨别或者辩解，或者是把他们。归类为哎，那个是什么性什么性的话，你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好的对策就是哎，当那个人呢是已经显现的那种恶鬼性啊，或者是畜生性啊，那我们要如何去怎么讲去对有一个对策，或者是我们要如何去怎么讲善巧方便啊，如何去协助啊，或者是如何去沟通啊，我们就要不要硬碰硬，就是这样子去人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就是我们对看透人性，就是人性了啊，这样就是人性。我们的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就会分别然后呢，我们了解的更多，如何人与人相处，我们就是不要起正面的冲突，这样子，很好，很最好，终目的就非是常我们好。能够去帮助他，就是这样的。好，谢谢。很好。秀凤其实讲得很好，他的尤其他的第二点啊，如果说，你今天读了这个部分，你知道说有恶鬼性、地狱性，然后呢，畜生性，然后你对面的这个人呢，哦，原来他在展现他的人的地狱性，很火爆哦，在火热地狱当中。那我们如果读过这个东西，我们学过这个东西的人呢，这个内容的人呢，一看你千万不要再跟他火爆，不然的话呢，本来一个地狱众生，现在呢多你一个地狱众生，那两个地狱众生了哦，应该是哇，他现在在地狱当中哦，在这种火爆的状况，那我要怎么帮他？OK，我要怎么去帮他 cool down 他的情绪，还是怎么样哦，就好好跟他沟通，还是怎么样哦，所以读这个内容呢，除了可以自我反省呢，也可以借着机会呢去认定当你要面对的这个人，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呢，再用一个比较好的良策，然后来去跟他沟通，减少彼此的伤害。好，陛下，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今天的收获就是可以就是从就是师父所讲解的就是能够让我更加的去厘清这些人间的这些三类特性众生性了。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就是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就是说我们去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心态，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行为了，就是我们可以从比如说我们这个对立性嘛，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就是去决定去我们自己的行为了，是不是有这种众生性。那么尤其是刚才师父所讲解的就是极热嘛，极热就是一个人他们可能的行为就是嗔恚啊，或者可能会脾气很火爆啊，这些也是一种对立性。那么如有还有这些人若啊，如果是说极冷的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诶，自己好像感觉到这个世间好像没有这个人情味啊，这样子啊，比较冷漠。所以刚才师父也说到说，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协助他们，我们可以说去让他们去学佛，学这个慈悲观，那么从而呢，可以让这一些人可以或者可以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另外一个还恶鬼性。那么恶鬼性呢，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们贪得无厌啊，或者我们很贪兼贪啊吝啬啊，诶，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人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恶鬼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调整去反省。那么畜生性，那么畜生性呢也是有说到说不知恩情而不知仁义的，还有无惭愧心。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加害身上可能所流露出来的行为，但是如果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转化去改变。而且呢今天的学习可以说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啊，去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去看看自己，去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展现了这种三种的众生心哦，然后自己也加以改变了。这个就是我所学习到的。好的，谢谢。我们请月满，月满今天的收获是什么？今天更加的清楚，因为在这篇短文里面，我更加的很清楚的分析。我们人呢都有这个在这个五系众生的特性，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咯，因为一个心态的善恶会导致我们的行动也向善还是向恶，然后也如果我们向恶的话，我们也是向我们在这个人道里面的人世间里面，我们也会像这个地狱道或者恶鬼道还有畜生道一样的受苦，这是我今天所学到的东西。很好。最后我们请秀伟。学习到的就是原本我们人就是有共同的自己的特性原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有残有毁是我们人的特性，但是过后各个有了我们有分别性执着的性，所以就因为是特别的那个不一样的性然后就是也是从我们的可以学习到，就是我们以我们是以那个平时的那个自己的听不清楚，语言啊，心态啊，行为啊。那个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时常检讨自己的行为心态那些行为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好像比如我们骂了人，我们是要时常检讨自己因为有时骂了人呢，比如有时我们出生好像狗咬了我们会好，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一记嗔心起，然后我们就骂了人那个，或者永远伤了人，就比较不好了。就是这个也是今天学习到的，就是也是有那个刚才师父所讲到的那个人就是平时我们就是为了利益什么都是人做，比如是亲人受害者这个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了。谢谢。很好啊，
只是你的那个麦克风的部分好像比较，就是声音没有那么清楚。不过有一些重点我是有听到啊，比如说大家有提到的那个检讨啊，自我检讨很重要啊。读这方面的内容呢，其实佛法所有的内容都是用来，不是看别人，都是来看自己啊，就检讨自己啊，非常好。好的，那么今天呢，谢谢大家的一起在这边呢共修啊，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啊，每个星期天，然后大家有至少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的时间呢，一起学习佛法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共修的方式，所以谢谢大家在这边呢一起参与啊，不管你是参与阅读分享，或者是当一个听众。大家在这边呢，都是三业清净啊，身口意三业都很清净啊。能三业清净的话，就自然会有功德啊，学习佛法的功德。我们把这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是一颗虔诚的心、欢喜的心，把我们这个学习的功德呢，回向给大家啊，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那我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